ลุ่นจงไกลี่อย่าลุ่นจงรอชาว่าเนื้อต่อหัวลุ่นเจอเช่นตรงหน้าสังกีเจอได้เจอชัวชาได้เจอเช่นตรงหน้าเราอย่ารู้ชัวหูเตี๋ยเฉียงตรงนั้นอย่าขอเจอว่ามัวไปเจอกูที่นั่งจามองดูย่อจงชอบเราน้อยอีชาเดินลุ่นจงไกลี่ว่ามัวเกล้าหลวงเทียได้เจอย่อเนื่องจากนอนมวยลู่เธอนอนหมอรอเทียรู้ชาเทียวยังอยากวยาไปอีทุกที่ห้องวยาว่าเฟยห้องวยาวังเฟยห้องนี่ยาตุจีตาชีนอคู่สาวรู้เจ้าเจ้าหลักเทียยาเรนดาว่าเฟยห้องเทลีเจ้าไปเอาไปทุกที่ห้องตัวชาเมกาตัวมุงเดินในกล่องนอเจียเทียใส่ตาลุ่งเชียเนื่องจากเดินในรูตัวเจนอนหมอน这个是那个秦风川电影、这个是穿红衣服，这个是李小龙的弟弟。对，李小龙叫李正班，叫李正辉啊，李正辉。所以就是上回我们去那边的时候，就是看了这个是这样子，也就是也是我们贵州的，是做凤凰传奇那是另外凤凰传奇。这个就是我们苗族那个拳王，宋朝宗，对，宋朝宗，宋朝宗，拳王，对，可能也一路穿那么真的这就是贵宾厅所以就说贵宾厅整个酒楼只有一个所以今天你们就是我们的贵宾最好的房间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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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我武馆的教练啊，总教头，这是我们啊武馆的教练，这是他的朋友。好的，好，你好。这个是我的老婆啊，过年，然后是三徒弟啊，那个是姐大姐的儿子，大姐的儿子啊，我去啊跟他们对，先拿着握手然后呢，给你介绍这个是这个穿的苗装，这个呢是我们苗族苗裔被物质文化传的人。就是各种苗医苗药的，就是我这个脚受伤，就是他的苗药做好的，所以今天我特意把引进给我们美国的苗族同胞，将来在这个苗医苗药就是
医院是严难杂症，嗯，而且都能治得好的，啊，治得好的，啊，这是我们杨医师，啊，对对对，不要听我说的太好了，让我说几句没话，哎，好的好的，我啊，那一头给包着穿着靠个单看导演那些，我们不一头个包娃的那天在这种下，啊。好，这位呢、啊、这位是我们公司的对孙会长、哦、就是我们成立一个联合工会、哦、也是我们的秘书长、嗯、然后又是歌手、啊就是唱歌呢特别好听，一会儿我们唱歌特别好听，这是我们美国的苗族同胞一路行来、啊、有辛苦了王杰、啊、辛苦了王杰、啊、又是我们加盟了、啊、又是加盟、啊、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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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我和阿才，阿才呢，就我们去美国，就得到王杰以及我们所有苗族同胞这个热情接待。所以呢，昨天我们在阿才家过苗年，对，今天到费红家过苗年。啊对对对，是我们昨天就在他那边啊过苗年。坐吧，嗯，坐坐吧，好吧，先往这边先坐，你坐在这里，你坐在这里他们也是两对夫妻，是吧？两对夫妻，而且呢，还有一部分呢，今天去了贵阳了。啊，昨天呢，我们就是也是20多个人在西江苗站，在我们那个阿才家啊，阿才就侯会长家过苗年，所以今天呢，就是这个小王也是我们家门，王杰啊，他也姓王，也姓王的，也姓王，两位姓王，我们是就是正宗是一个家族的，对，是一个家族的，也是个家族，所以就是今天。来了这里大部分都是平时跟我的关系比较好，但是就是还是局限，还有很多人想来见你们的，但是都是因为就是地方小的原因，然后我们就是小聚一下热闹一下，对对，嗯，你们坐来，还有感谢我们的，对对对，你先上，你先坐先嘛，先坐，先坐，先来坐，先过这边来坐，这个贵州飞鸿大舞台，这个字是我自己亲手画的设计的。哦，所以你看你自己的做的啊，自己画的。然后这里有个舞台啊，然后包括是上面的酒店、宾馆。这个苗洞医药文化街这片街都是卖咱们银饰和苗医苗药的，然后你看你们住的酒店就是对面这里啊，看到了吧？啊，就那个酒店啊，所以就是很近啊。这边我顶那家我路我这叫崩溃房，你才得窝了那，你才得窝了这，然后我下趟单车不能叫摸错了摸了摸在那落地单车不是别小路和车下地方是，这样方便拍拍进来。这边呢是。哦，这个每个房间，这种房间呢有4个房间。哦，不包啥？对对对，我们今天人多，但是我们坐下面那个房间呢是大一点的。啊，对，弄了嘛，我包好是行了，后面要是平常是好了是，嗯 ，OK， 是很好很好。这个就是相对来说就是有些贵客啊，就15个人左右的哈，就坐在上面稍微好一些的，哎，是这样的。是啊，对，现在这几天呢，就是天气冷一些，生意稍微，人少，旅游的很少。那五一国庆啊，几乎就是下面篝火晚会、唱歌跳舞。我们出去外面走，好的。OK。这种环境呢，就是。中的毛在人做中间的，啊，后面的这块呢，弄得蛮好了。这龙王在龙王那边，我等着我抓住了，我把这个。下面跳舞这里可以看得见了，下面这里跳舞。这龙王在龙王，你看高度太好了。啊，你看，你看，这龙王抓了，可能也。
上面的房间呢，就是直接能看到下面的演出，啊，上面的一个演出。对，在这里。然后就是吃饭，吃饭的话可以看。可以看演出，啊，然后吃的差不多的时候呢，我们的演员会过来唱敬酒歌，用我们苗族最热情的方式来招待贵宾。好我们一家吃一碗点点，那么装山。哦，装山。啊，装山。对呀，山了，那么你叫点红椒红了，那么叫点红椒红的，好啊，不打了呀。对，可以。那么，好了，现在我呢，那。没得。那。这边有的哈。有呀。哦。那个。有呀。就三个班没有课，然后现在都有课了。里面有吃吗？三班上有的有课吗？三个九有，三个班没有。刚好嘛，对了，我盖是那好了大了，对呀，上课我光看好教好，我这边还能嘛，我能够好好，哎呀，对，我教大的，那么盖，那么好教好大了。这个包房就稍微小小一点的。啊，等等嘛，这种包房呢有三楼有两个。哦，三楼两个。三楼有两个包房，还有个小房间，就刚才那边那种，就是还有十楼的。对，这个在做了十几个人吧。对，十五个。十五个。就十五个，然后这边呢，就比方说，客人来到了之后就喝点茶呀，开点电视啊，实在就可以试了就在这边。啊，茶那些茶可以啊，只要喝多少点了，那我拿袋来拿好提咯，我拿袋提了来找，我拿袋找到毛子大姐那么久，当然了，我才听到。都说几句好那么一查给我背了肉了那就中了就中了就扩动了毛了就肉了肉了对打的好咖啡了好对了肉了这些毛我到些刀了那些了嘛我到些刀了毛了呀然后呢然后给再打了就肉了再吃塔的头要不然打个毛因为他吃塔了肉了塔啊好我们就从这个地方下去啊。这坐路红的那么能不能一路 special bathroom 那叫叫 guest 来了东西都领路对啊路 bathroom 那得能不能一路坐带那么路 bathroom 那得洗一身坐带起来洗一带起来红包有红的得有各好种的得红包的有红蛋炒的得但那有寂寞的做了八的有那个呀这是中国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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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可能等他们讲到小地是吧？就是讲到小地那了，非红地山，可能这个要你们背起哎呀，啊那个你们老高起了嘛？哎呀，那那话，你们讲到可能到了小地去。对呀，找那点东西嘛。他就是问说。你那个做电影的
做了几部电影啊？这电影加电视做了20多部了啊。能搞啊，能搞啊，对。对，这个跑掉。我们下去弄毛。弄毛。牡丹。好，就这个字吗？可以，紫霞可以。啊，这是走出去的。我的女儿。这是我老婆，还没辛苦死嘞。五八年，我老婆，我们那起阿彪，阿超那起那个阿彪，没晓得我们去江州，那个广州那老婆，我们叫58年，可以，我讲是他的老婆，我们讲是我们的老婆。阿超那名字，早下，五八年了，早下。首先是欢迎我们美国的苗族同胞到贵州来。昨天我们在阿才家呢也是过了辽宁，那么今天到凯里，到飞鸿大舞台，也是做我们最有特色的啊。今天的菜我看了一下，大部分与阿才家也不一样，所以呢，这一餐呢也是表示我个人的心意，表示我家人的心意，以及我们的团队的小小的心意。欢迎你们的到来，因为我们去美国的时候得到与王杰以及我们所有的苗族同胞的热情接待，所以来到我们贵州，又来到我们苗寨，现在就是到家了，然后欢迎大家回家，所以也感谢你们对飞鸿一直的支持，我谢谢你们。然后这杯酒呢就是第一杯酒的话，这个也是亲戚我们自己家酿的，叫葡萄酒。然后第一杯酒要干的。昨天在阿才家呢，那酒文化呢，我是着急回来，所以这个酒文化没有做得太好。今天呢，就是把昨天的酒再补回来。你来给我们翻译一下。用下海边弄了一杯老少们的广东红酒，简单喝嘛，跟那毛的阿才都接，这边就种的是。我现在就坐到这一桌呢，我就顺便介绍一下，好不好？然后呢，这边呢，阿才哥大家都认识了。然后我们团队也要认识一下，我们新疆商会的会长，然后从美国回来一个叫胡市长，所以大家以后去新疆的话，就找阿才。然后现在就是毛总啊，应该是阿才好兄弟，好大哥是在贵阳，在贵阳这边呢，也是正规国家公务员啊，其他就不说了啊。对。然后蓝莱姐呢，也是我们公司里面的歌手，有号称小宋祖英之称，唱歌也特别好听啊。这个一会儿就是酒过三巡之后，我们在华山论剑，好吧？然后那边那个呢是我老婆，叫钟大哥，五八年，那个是我的小孩，昨天刚过两岁的生日，正好两岁啊，昨天，对不对？然后现在这一对呢就是长头发的那个是我的三徒弟啊，也是唱歌也唱得蛮好的，一会儿会唱。这边这个是他的朋友女朋友。
坐在我对面这个呢是青青，我姐，我姐的儿子啊，我侄子，我姐的儿子啊。然后现在就是这一对呢穿白色，这个呢是一对情侣，是大师兄啊，高天阳啊，武馆的总教头。专门教功夫的，苗圈的，好，现在要隆重介绍呢，就是串烧少数民族服装呢，是我们黔东南州苗族、侗族、苗裔非物质文化传承人。所以做苗裔苗药来说，就是严难杂症，医院治不好的病呢，就是都通过他们手下他们精心调理之后，能把病人叫做起死回生，所以被说医生救死扶伤。所以呢，今天特别带人过来接大家呢。大家有什么想法呀，有什么的病啊，大家可以跟他咨询，所以都是我们苗族人，而且这些姓王啊，来掌声送给我们的美美来了，对吧？来，先坐这，好吧？没有，所以正好介绍完了，就是吧？现在这是我们，也是我们贵州。旅游形象大使最美苗家女杨胜美啊，可能大家在网上也看过，所以今天听说大家来了，就是特别赶过来啊，今天还是有应酬的，是吧 ？Beautiful girl， yeah， 可以可以可以，好。然后把酒倒上，妹妹看酒有没有，把水倒水可以倒水，好吧啊。然后我们举起酒杯，好吧，来。我们这边大家站起来，来我们团队，好吧，举起杯欢迎我们远方来的客人。无论地球在东西南北，有苗族的地方，我们的善良、我们的歌曲、我们的文化、我们的文明一定要传承。所以我到哪里，我一定说我有梦，没有梦，没有梦。好，没有梦，谢谢。好，干杯啊！干杯。各位，欢迎你们，欢迎你们，欢迎啊！好 ，sit down please。那我来说，你来。可以，那个文杰来啊！哎，你干了没有？干了，好的。来，看。谢谢去游的战神之游，对对，战神之游，我就想，会有一天我能碰到你。你来美国了之后，我们就在一起了，就很高兴，所以今天呢，我就来到了你的家，谢谢你的热心啊。然后这个是也是姓王的，他名字是 Billy， 王 Billy， 他也是这一下我记得，有，就是我们兄弟，兄弟，Billy 是兄弟哈，对，姓王，然后那是他的夫人，他的伴侣，伴侣，然后呢，对，然后这是也是一个姓啊，对，熊吴。熊吴，熊吴，他叫吴，也可以，他的夫人就在那边，他们两个是来自明尼苏达州的，明尼苏达州这两个，对，这两个现在是来自佛罗里达的，佛罗里达州是加州这边对不对？我是在佛罗里达州，也是在南方，在美国的南方，下次有机会去。对，那边确实很热，我去钓鱼，去钓鱼啊，去钓鱼啊，因为我们这要去钓鱼嘛，很高兴，好的，谢谢，好，我们掌声送给王杰，谢谢，王杰，我当我的夫人，谢谢你。你讲完要喝酒了啊？要喝吧。要大家喝一杯。你要大家一杯。那我先敬。谢谢大家支持，谢谢王杰谢谢二才哥然后王总距离稍微远点，等一下再加深点，好不好？好，将军。
干杯！啊，干杯哦！好，干杯！我的女儿叫王将军，我的老婆叫钟丹可。哦，好好好，对，这个是公款。哦，那把什么？饭菜先尝一下，不够再加，是菜煮的。我刚才忘了说几句，我们妹妹，她红军啊，她呢出去新疆或者是贵州旅游时，会说我们地域的流语，带点广东话，带点那包点那种香烟，拿点这种那拿点海南话，哎呀，我自己希望以后吧，我们他们去就是。把我们贵州苗族和美国苗族的桥梁啊，那种叫我们也是桥梁。那希望以后我们美国苗族都过来贵州啊，都来贵州。好，阿才哥，阿才哥举一杯，然后红青举一杯，好不好？好，然后每个人就举一杯，他们想说话就让他们，对不对？把菜吃好，把酒喝好，对不对？万里长征一路好，对不对？啊，那样。把别人提路脚就赶快提前看海道路，啊，对啊，再看看路，再看提路脚的太好了，对啊，要高兴开心啊！就是说，我们苗族美国那边也是一样，就是叫你来提一杯酒，然后没有什么话，你再说几句，然后你要把那些杯酒就喝干了，是不是啊？所以我们苗族就不一样，对对对。那么红青说他用他这他你看他还是时间那么紧，他现在把那个那个这个苗语学得那么好，对，是吧？好，开始你的演讲。我不太善言辞哈，但是我真的很感谢我哥吧，还有阿当可哈，谢谢你们今天的那个热情款待，小意思，真的非常感谢。然后今天呢也荣幸，我说那个啥呀，荣幸被家年老天给老农家被都饶那罗，甚至被家某那天罗山雪被都好里北那一天，我荣幸差不多呢。也一种材质包含喽，刚入天的是那草地呀，热入家那点，那都长了，别知道茉莉家天那长了草啥的家，这好是好了，别就包点，那就是好了，那也开点别的。难了，年老了，很累。还有就是去年我们去美国，真的是之前在中国都没有见过面，知道是知道没见过面。但是我觉得现在我的公司刚刚起步，很多我要向大哥学习，学习地方还很多。上次我开那个新闻发布会，我邀请我哥去，他的脚痛没有去，我觉得那个也是一个遗憾，因为我们那老总他特别看重你，可能你们都有认识。对。然后呢，下次有机会，还有很多很多机会。现在接下来可能有三部电影，有可能就像我上次跟你说的，到时候有些角色去北欧发给你。那有些我向你学习地方呢，你别嫌我啰嗦，因为没有，我正在学习当中呢。好，等一下吧。那个吴兄这边要获奖感言了，我们先讲一下。吴总呢？俺哪方面？杭州西安杯。也没有一样，嗯，也不一样，我们是苗族，没吃包，没吃包的东西，哎，不吃包，不还没吃包，本来到三个背了个那条路，那条河北的路，很高一点，背都成了背，去谈个背包个大。希望以后我们苗族同胞能沟通，就像那个黄金一样的，我们也要学一点那个贵州的方言。No problem。没问题啊，没问题。这个听得懂，这个非常懂，非常鲁莽用语。没有懵，就是我们是苗族，我们说苗语。我们学习苗语的是叫做吃包个蛋的啊，这里啊，找对了，现在那边市场到这里去。我们到这里来就是你们到美国去，我们都能沟通。对，有些这么想的，有些这种都忙了。啊，很高兴的，也感谢王培红的这一桌菜。没有啊，要不要看我？
啊，那我就敬每一个人一杯酒啊啊！不能去喝，把海搞叫了，干了干海搞，咱们就是啊，好，我们就是啊，只要就喝一点可以，干也可以，干啊。好，古道我做个，不是的话干干。干杯！干杯！好，干干干干。好，我先走了。哎，好，我走，我走，我走。哎，我走，兄弟。哎，好，来，好，谢谢，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我们两位美女刚刚加入。对。我走，我走，我走，我走。起来介绍一下，就是我们大舞台这边的我们的苗家的姑娘，苗家的小伙，然后呢，谢谢，是欢迎家乡的我们的苗族同胞到来，然后我们用最高贵、最隆重，然后最热情的礼仪来向大家敬上一杯美酒，唱上我们的敬酒歌，然后呢，就从王杰这里开始，好不好？来，我们这边。Oh,
Yeah.
我是用全部用英语，因为我不说，我会点点英语，我就敢翻译。俺才过去，真的，哎，王哥，你会点，我就真的是鸡巴鸡巴，我太吃了。这边是。以后王姐，你到这边可以找一下，就是那个杨老师这边。嗯。等一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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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
那个妹妹和那个啊，妹妹，妹妹跟他到，那个妹妹们到都来啊。你你走，你好了，走，放心啊。快点！对对对，我们这边在哪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不不不，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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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站起来，这个这样子，对对对，来来来，对对对，这个吧，这个进去了，我们这边可以吗？这个可以吗？好好。这边嫂子你过来，啊，我也来。那个妹妹过来，妹妹，你来给我们照一下，照一下，好吧？我过来，过来，过来，哎，用那个手，你也来，你来。帮忙，好美女，帮我们看一下啊。美女，我们这美女。那个，哎呀，那个。别累，别拿钱，别累，别累，去哪里？别累，别累。有些网上那边工作上的路叫开里，那工作上的王飞红吴杰，啊，那个王飞吴杰呢，在这边找那个王飞红，啊，那个昨天看那个王飞红，等他忙打白骨了，心情怎样的？那个王飞红，我不用谢了，今天啊，我很高兴，今天就到了我们王飞红的家了，就是吴杰红的家一家。啊，高兴！还有呢，我们王飞鸿啊，还有很多的亲戚朋友啊、兄弟姐妹啊，啊，这些很多人来啊，跟我们吃饭，过年。对对，过苗年，欢迎我们美国的苗族同胞。好好，因为我们美国苗族同胞呢，就是很想到中国来啊，看看我们苗族同胞啊，啊，所以我们今天来的。还有那个许多我们贵州的名人、明星、艺人，但是他们都是我们苗族的同胞，都是苗族同胞，对，各位，所以想他也和想和我们全球的苗族同胞打个招呼，所以今天我站在这里啊，所以我欢迎所有的天下苗族到我们贵州，到我的家乡来做客。所以今天呢，我和王杰在这里，我们做一个薄酒蔬菜，欢迎来自我们美国的苗族同胞，同根同祖，我们是自由的后代。是，我希望所有的苗族同胞，我们要努力工作，开心的生活，把我们苗族的文化推向世界，让地球上有苗族的地方，有善良的地方，有热情的地方，要把我们的文化文明推向世界。鼓掌吧！北亚梦，北亚梦。然后我们还有几个这个我们这个这个歌手啊，就是苗族同胞啊，对对对，像那个杨胜美啊，杨胜美，对对对，来来来来来来，杨胜美，杨胜美啊，这是我们苗族，我们贵州苗族的歌手杨胜美啊，说了几句吧。大家好，我是我们中国贵州黔东南苗族，那在这里呢，也向我们美国的苗族同胞们问好。啊，也是全世界的苗族同胞。是的，那我就用中国方言和大家问一下好。行行，啊。多乐乐依依，多卡布西哈，东哥奶奶，你是谁个？那你平常过阿娘你，欢迎苗大妹姐来看哦。对，除了我们杨胜美的，还有几位我们苗族这个歌手或者是。这个会唱歌的我们有欢迎几个人，对对对，有好几个今天来了很多人，然后有请我们的吴廷烨，东南燕子啊，所以就说你看我们的声美人美歌甜，演绎是很棒的，就是说一把我们苗家的文化推向了全中国全世界，希望我们全球所有的苗族同胞呢都要更加的了解我们贵州的苗族，贵州的美女才女，哇，吴廷烨，啊，人美歌甜，好，有请我们的廷烨和我们全球的苗族同胞打招呼。好 ，Hello， 大家好，我们的苗族同胞们，大家一家人在一起，然后呢，我们天下苗族是一家。然后呢，我是大美黔东南的苗族女孩，叫做吴廷烨，苗族名字呢叫做阿雷乌。欢迎大家到我的家乡来做客，然后呢，我们也会到我们的美丽的那片家园来会合。谢谢大家。我们也在这里邀请我们美国的我们的苗族同胞到我们家乡，到我们台里，到我们黔东南来一起感受这种千里之外是一家的这种。就是我们苗族吧。
全世界的苗族就就是有就是1000多万，对吧？最多的就是黔东南，贵州黔东南的是最多的。这么的吧，我想呢，就是我们在座几位用我们黔东的最简单的方言和苗歌，要和我们全球的苗族同胞打个招呼，好不好？我们一起来。好的。还有一个，等一下，我们黔东南的有一个，就是我们潘红旗的来歌手，也是一个演员。演员，哎，来，对对对对，哎，上海的梦，哪个的梦呢？那西江江户苗寨的我们苗族啊，对，苗族女孩，西江女孩，对不对？大家好，我是西江千户苗寨女孩，我叫潘红旗。要侬晓得呢，个呀，个侬被猫还得厉害呢。侬呢，就从小被家看的猫咪家，王姐，你老爹都在看里，都甚至王飞、黄师傅，爹都甚至被家猫高叫从高唱了。而且出家出养了姑娘哈呢，就还得那晓得的，猫人看到被得也一直奶的呀，被得也一直奶的。在这里邀请我们全世界的苗族同胞到我们中国回家来寻根觅祖，回到我们家里面来做客，也祝全世界的苗族同胞们身体健康，家庭幸福。谢谢。方言，还有我们这边的还有谁呢？我觉得这么传承人，有疫苗要传承人。对，我们呢受伤了，什么生病了，我就没有苗药。现在就是我们黔东南州我们苗族同胞苗医苗药的传承人，我们的杨医师和王医师和大家打招呼。所以是说我们有歌手、歌星五星，然后有商业界的各门各派尽都云集在我们背后大舞台这里，一起来欢呼过苗年。现在就由我们的苗医苗药的传承人，我们的杨医师用苗语或者用汉语和大家打招呼，来，有请。请。大家好，我是苗医，我是中国贵州黄平县的，是传统医药传承人。我们今天很高兴来到飞鸿大舞台这边，我们的美国的苗族同胞已经回家了，我们很高兴。在这里我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好嘞，我拿苗话来说一句。老董的脑没事，这个外叫宝宝面他呢，外大娘看见呢，俺们来药来也来药店呢看见呢，他呢这种呢一笔就能就在他呢外个都是阿飞红你开心呗，你过来到脸上了呢，还很开心。假如没改变都就他就你都落来记录啊，别开心不嘛？他那别个都好就想你做那哪啊？希望没改变都就他就你岁岁干啥都去你去过过几遍哈？岁岁大家岁岁落来，岁岁干到去，干到贵州，干到去通来到，一切都来到旅游胜地你说的干到。
都非常没给没牛，就是没就是个的啊，好的那边感觉。那个大家好，我是贵州黔东南的苗族女孩，我叫杨福美，和我们的全国的所有的苗族同胞们问好，祝你们过年愉快，欢迎大家经常回家，这里是你们最美的家园黔东南苗族，也是我们啊全世界的苗族的啊，这块祖国，对对对，对，就是我们苗族嘛，就是以前就是从这个黄河长江的这个中国的这个啊大平原里面出去的，所以我们都是啊，我们的祖国就是在中国啊，对，可以这么说，就说家在中国，根在中国，同根同祖，我们是所有的后代，无论在地球上。在有人类的地方，有苗族的地方，我们都是同一个老祖宗下来的。今天我们终于团聚，无论来自哪里，东西南北，四面八方，今天我们都是天下苗族一家人。家家人，家家人一家人啊！对对对对对，好吧，这个我们是还是把这首歌唱一下，好不好？好吧，来。大太大哟，哎呀，西米呀，哎呀。然后这首歌呢是欢迎而来，满意而归，然后我们都是一家人，蒙大友，谢谢你们，好吧？好，蒙大友，蒙大友，大地蒙友，有大友，有大友，大地友也，祝大岁岁大地路长开，蒙大友。不要梦，不要梦，好吧？好的。一二